身上长出了角，像兔子一样，蹦蹦蹦跳走了。你记得兔子吗？你知道蹦蹦蹦吗？偷水烟的毛毛虫，听话的扑克牌军队，微笑的猫，非生日派对。这是小时候你跟我说过的啊，你都忘了吗？你是忘了还是知道但不说？算了，没差。那天晚上，我不太确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还是梦境。我一天打18个小时的电玩，是不是对我脑袋产生奇怪的副作用？不知道。然后我一打开他的电玩，继续佩妮的人生，却连续18个小时都没有办法破关。我再拼一个礼拜，一关都破不了。我顿悟了，如果小佩回信了，那我又何必去报佩妮？奶奶，你要自由了，恭喜你。我今天来是来跟你告别的。我杀了人，要被关起来。那个王八蛋，因为证据不足，被判无罪，所以我杀了他。我打烂他的脸，换作我朝思暮想的正义，全世界的愤怒都汇聚在我拳头。右手宛如拥有神力，我挖出他的内脏，扒了他的皮，放进微波炉中旋转，烤得烧烫。人的律法给不了的正义我给，神的双手支持不了的罪行我制止，我制止。来了他之后，我叼着烟，望着天，想说：不，太热的星球难得吹来一阵风，真有种夜凉如水的浪漫。地球是个邪恶的星球，我以为挖出黑的心，结果是红。我以为挖出死的心，结果是活的。我把心脏放在福马里面，静静的看，静静的看。终于，我变成跟他一样的人。我朝他丢了石头。